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以及我们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龄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龄，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啊桓雄天王啊以来195位天皇朱建龄啊，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燕陵，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我们现在当下各服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朱建灵，往生未满一年诸位菩萨啊朱灵，所以以及各位个人累劫冤亲债主无缘住世英灵，还有地基主啊，三界万灵缘分转动诸灵，阿弥陀佛啊。今天哎，是我们九九法会继续共修啊，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来会主灵啊，唯愿龙天护法加持灌顶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上一节我们讲到啊，性命啊，是性命啊，我们人务必要有性命，所以经文开示啊，这个人无性命，无以主其周身。性和命有不同的差别啊，我们性和命太极这是命，这是性，这是性，这是命。命有三种命，我们身体的生命，身体的生命是有时间性的，
有多呢？啊，出生出来就走了。我们身体的生命有时候很多莫名其妙的就走了，说不出原因来。那有时早上一位我们信众大德，啊，他的孩子在学校十几岁，突然就暴毙走了。所以我们弟子啊，啊，侄子就很紧张。刚好现在我们九九法会，啊，给各位来圆满堂上祖先哪里不圆满的事情，结果打开来了，就他的祖先。啊，原来曾祖母嫁了一位姓林，啊，怀孕了以后，这个先生就走了。后来又招了一位姓刘的，啊，那么下来骨肉是林，但是下来几代，啊，到第三代，姓呢就刘和林两个名字就把它命名为刘林某某某，到这一代来，林就没有了，只剩刘，就林姓的。突然就一下子就断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位信弟子的主子也很紧张，查到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不是这一位他家，现在很多都是这个问题，祖灵不安，不是祖灵作怪，祖灵不安而已。那我们子子孙孙福报就不够，所以早上问我怎么办，然后他们林和刘祖先都有供奉，但是呢没有骨肉关系的姓氏，结果姓刘是没有骨肉关系，只有养育之恩，还有骨肉关系的姓又没有了啦，哦，所以这个又造成很多问题啊。法会这个问题太多太多，还有杂里杂八的事情很多啊。另外有一位啊，他都啊，祖母比如姓某某，结果怀孕了以后，啊，不幸呢，啊，又改嫁了，改嫁了以后下来就姓氏，又姓改嫁这边又没有生，啊，以这边的姓氏下来了，原来怀孕了。骨肉的姓氏又没有了，所以弄成现在这个子子孙孙问题一大堆，没有办法嫁了。啊，有心理有问题的，思想有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九九法会，啊，老祖慈悲的。啊，龙天护法慈悲的，啊，慈悲加持，排解这个问题呀、啊。所以九九法会的问题，老祖给我们的有五十五种的烦恼，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众生就烦恼了啦。
那我早上，啊，刚才我们一位老菩萨、老弟子啊，啊，今年91岁嘛，啊，昨天凌晨他就走了，睡睡很逍遥，他就走了，不留一句话就走了。所以我们人身体最多90几岁还是要走，但是我们的灵魂能够安心安魂最重要。身为子女的要为祖先来安魂立魄啊，所以这段时间往生了，我们能做的尽量在祖先的祖灵的前面，你信佛教了你就念佛经，信道教了你就念道经，信基督耶稣了你就念圣经，给我们的啊祖灵能够安他们的心，安魂立魄，这个都是我们九九法会王禅老祖要开示我们对人生的性和命一个正确观呢。好，我们要从再加强为各位解说。所以各位前世同修，各位十方善诸事同修们，好，我希望各位对祖先追根溯源啊，祖先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用心要注意啊。有如在云林湖尾地区的啊，我们乡下因为生活比较过去辛苦嘛，啊，对祖先的撰写啊就没有在意啊，而结果不结婚6、7年不生的多得不得了，所以就很紧张了啦。那怎么办？那经过我们用意卜卦，卦中父母爻动就是不安，脚表示祖灵不安，我们要打开来看一看有没有按照程序按照法规法仪来撰写。哎，好多好几位呢啊，原来不生，现在都子女结婚生了，很高兴了啦。你修正过了，那怎么修正？老祖有传祖德流亡为义药出版社元和法师，很辛苦的将师父这么多年来所讲的全部汇整成一册祖德流芳的一册跟各位结缘啊。所以祖灵灵魂界的事情那叫做性啊，灵魂界的事情叫做性。命我们又是两种命，生命啊，一个中阴身的中阴的魂命，一个慧命。我说慧命是最永恒，中阴身的生命现在我们连坐上的所有各界的菩萨哦，各界的堂上祖先们都是中阴身的魂的命啊。若是各位参与这个法会啊，听经闻法悟了，心开一结了，就为性命，就为性命，就无量寿了。无量寿就跳进入我们的性。性有多种的解，性也就是我们的能力啊。你能
这一切的智慧为性，圣人来世间当作身体，身体的生命里面含藏着我们智慧的心生命、灵魂的生命，合而为一体。所以一个人若是没有这个性、性命，你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那昨天我们已经大学结业典礼，我们邀请了前教育部次长林次长聪明啊，次长啊，他呢啊，昨天下午我们结业典礼以后，尤其他现在担任佛光大学的校长，有这个宗教的修行，佛法的修行，而中午跟我谈了一些的，就是说现在人都不相信有灵性啊，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够告诉年轻人要了解人有一个灵的存在，灵魂的存在。所以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方向，不知所措，除了命以外，本身八字以外，八字命以外啊，还有周围的环境，周围环境就包括祖灵不安，祖灵不安必定要求度，所以必定会借着后代子女的身上来启示他们求度的痛苦。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祖先绝对不能不拜，你也不能说啊，我什么信什么教什么都不管了。我告诉各位，信什么教啊，问题还存在。所以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本法门是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所创的新的宗教，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应该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不懂的事情也太多太多。所以这段时间啊，一些祖先堂上祖先啊不安宁的地方，我们希望呢啊，各位同修，你们若是有什么啊祖先方面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圆满的时候，你们可以来请教我们啊先佛寺事务部啊，就可以帮你来排忧解难。不懂了，我会再请示王禅老祖。所以，人在世间上，最重要要有性和命，性命。不是生命，生命是一部分，性命是全部，包括出世出血和入世入血。啊，都是要做性命。所以我们人若是没有性命，就是一个尸体而已，枯尸而已，好不好？啊，刚才我们师姐也问我说，若是他的爸爸往生了啊，那么灵骨火化以后想要带回大陆去啊，去安葬，陵墓已经做好了啊，那么这段时间要暂错哪里？陵骨回来我可以暂错在家中的祖先
啊，牌位的下面，桌子下面，啊，用桌子垫起来。哎，他说：“哎呦，我说这个 有鬼哦，真的不孝哎。”啊，爸爸妈妈、爷爷，在家里你要钱要吃糖果，爷爷、奶奶，我要吃糖果嘞。啊，现在三叔七不在了，啊，把这个最好的纪念品，啊，就是我们的灵骨嘛，留下来了。有的孩子，哎呦，怕怕、哦。我们祖先往生了，都为神，又不是鬼。哦，所以很多的观念呢、啊，都搞错了。尤其有的人，一些公庙非常没有道理。人家往生了，你们不能进来哦，你们不能进入庙来，进入庙来呢，我就带孝不能进入庙来。进入庙来，神会怕，心里惊鬼哦。神还是死人做的呢。还有你进来后，我们庙神就不会兴哎，就没兴啊，不会兴旺，会化嘛。哦，所以我们当父母往生了，赶快到佛前。我当时拜的庙的庙前，虔诚的焚香，跪了叩拜，你所拜的主神，啊，超度我们的家人，灵性能够脱离苦海，啊，往生极乐净土，这才是大孝。啊，可能一到庙，看到人家往生了，你不能进来。庙那个真是不可想象的糊涂啊，他没有智慧，那没有智慧你在拜干什么？你说哎呦你不能这样进来哦，神会怎么样哦？那又更废话，神是度阴度灵的大菩萨天神，还怎么会不怕人刚往生还没满啊，49天的，你不能进来到庙来拜，神会跑掉，那真是废话。所以当我们祖先家人有往生了，表示他世间的业已经了了，表示他的苦烦恼的苦报也已经了了，就是功德圆满了，就要回归自己天上空界世界回去嘛。那么我们除了祝福以外，当然我们要心平气和，兄弟姐妹一定要非常和和气气的，在我们的家人的长辈前面啊，和和气气的啊，来圆满，这才是大孝。但是现在有很多父母财产留下来，为了财产啊，没有办法分清楚，所以就抬不出去，没有办法入土为安，这个也很多。所以世间的人呢、啊，真的很多比动物还不如，很可怜，告到法院还在告。所以这个都很不好的人世间，难怪美国西洋国家他们老的时候还没死的时候就把财产都捐给啊这个国家公益事业啊，潇洒的人生走一回，潇洒的走了啊，这个都在提醒我们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我们的维新贤士弟子们啊，除了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见地认知以外，亲朋好友你们有空多叫他们，请他们多看维新电视台啊，这个节目或看宗教电视台，多了解人生啊，不然在那斤斤计较绝对没有用啊。
啊，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学，我们九九法会，啊，这几天啊发生了还很多一言难尽呐、啊。总而言之，人有性命，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性命。性，你要修行，你才能知道你来世间要干什么。啊，命，我们的身体，身体的命是有限，几十岁还是要走。啊，还是要放下来，回归大地，啊，回归大自然。我们从灵魂世界来到世间，有身体驾驭的，等于一部车子借我们用，用完了，我们不能用了，我们尽量修理，修理不好了，那我们就该放回给大地，就回归还大地嘛。我们的灵性一定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空界世界去，不要一直在执着对子子孙孙啊，对他人的不满而产生各种各种的报复，颠倒梦想，怨恨，这会让我们空界灵魂界的各位啊，连坐上的啊，朱建灵啊，啊，你们会坠入黑暗的地狱，这是很可怜的啦。啊，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经文。啊，这个人无性命，无以主其周身嘛。虚空结其风云，人物不能轻泰。啊，那么虚空结其风云，啊，我们所研究的是风水学。你把大虚空缩小到家庭的环境虚空，再缩小到人的身体来，风，空气嘛，云就是水嘛，风云就是水啊，水是从云里面气化了再下来嘛，风云，风云就是风水的法则。啊，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到他们家去呢，有的卧室密闭式的啊，结果孩子的头脑都有问题，家长头脑都有问题，因为呼吸系统闭塞了，头脑就不能清泰嘛，头脑就不能清醒。哦，我看过好多好多家庭啊，风水学的问题啊，造成家里的不和谐，造成家里的人啊神经兮兮的。曾经我到一位家里，他家里装潢了好漂亮哦，哇哦，我这一生如果有机会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里面那么美的房子，我该多好呢。啊，这一个太太呢，啊，她很自傲的说，是啊，我们这一个附近的村子里面的啦，我们这个里的里面的没有的房子像我们这么好，我们装潢的是最上等的建材啊，我们所有设计师是台北最好的设计师啊，怎么样怎么着都是最好的啊。我走到三楼，我说你什么都最好，你这间孩子的房间最好不要睡。那为什么啊？你这间孩子的房间呢，睡了孩子昏昏沉沉的读不了书。这个太太呢，也很坚强的表示，师父讲的不准。啊，她老公在旁边立马就叫我不要讲，立马就，我就知道她太太，啊，周太太
死面要面子嘛。啊，那好了，我就另外走到另外一间，我这间的孩子，哎，每天脾气很暴躁。啊，这个太太也是一样，做妈妈了，也说没有啦，孩子都很乖。啊，我说睡觉都很乖，对不对？对呀，睡觉很乖，醒来就不乖。哦，那啊，那那老公问我师父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房子什么密闭式的，里面一点空气都没有，你都用空调，里面接触到外面的自然空气，人你就等于呼吸，憋着一个氧气筒在呼吸一样的道理，而你到外面去了。空气就不好嘛，啊，你里面要最好的空气给孩子吸，哎呀，那个违背自然啦，所以选到楼下来了，啊，这位太太啊，他说我很忏悔啦，啊，对不起啦，刚才吼，我看了。你这么讲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要怎么改？改要花钱呐，怎么办呐？我你不是很有钱吗？我钱都被倒光了啦，我要改这个都很困难了啦，要买也没有办法啦，要卖也舍不得啦，要租也有困难啦，怎么办啦？我活该。你光这一些钱，你就认为哦怎么样？错误了，观念错误了，没有风水学的智慧啊！把窗户打掉，不要钱嘛，先买一些可以开的，这窗子安上去。啊，两个房间的孩子的房间都一样。完了又他问了师父，我们房间要不要？你们不要，因为夫妻吵架的时候。孩子才听不到，老公啊，师父啊，别跟我拍天了，好不好？我们讲话比较大声而已啦。哦，他老婆呢，师父啊，我的老公声音比较大声啦，所以我要压过他。家里我是女主人，我女主人表示说，在家太太就是主人，你回来都要听我了。所以我就会比较大声，我要希望我的这个家庭像什么样呢？我窗户要打开，要打用窗的铝门窗改一下，那是学习风云，人不能轻太嘛，这风水学嘛，啊，听我讲了，好了，这过几天改好了，那时候我们在。这里都有开住在这里。那时候刚好碰到桃竹台风，那一天我在这里开住会，一千多位小朋友。哦，他在这里等等了，还连小朋友都一起来开住会。就我的师父，我的孩子现在都不错，啊，谢谢你，我们夫妻一家人现在都很和谐。好，那。我家里的窗该改的我都改了，啊，不要了我都拿掉了。我说你家里有很宝贵的那个东西，不要拿掉，要拿到放到我这里呀，师傅，那我不会丢掉啦。哦，宝贵的东西不会丢掉，那就好了嘛。哦，是安定下来了，风水嘛，哎呦，各位啊，啊，很多人为了这些面子的问题，是哎呀。说也说不完，不要再说下去了。好，我们再讲哈。学习风云，就风水学有问题，人物不能轻菜，头昏昏脑顿顿啊。好，方位无南北无宜，好，定其四方。方位。我们《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有二十四山，二十四山
都是宝。二十四三都有它的道理。所以本文心圣教以易经风水学啊来弘法利生。好啦，尤其方位的问题，我们不能啊违背了方位的法则。方位法则，天地的法则。所以我们本唯心弟子们，你们对方位的问题一定要用心去研究。我传统很多了啊，大宇宙的法则缩小到小宇宙，小宇宙缩到一个小环境，小环境缩小到我们的家庭，家庭又缩小到我们的身上。方位的问题，南方为火，南方火呢离火嘛啊，若是我们住家坐南向北的话，你的整个的冷气现在都大型的空调主机，你放在正南方的话，我告诉各位，这个高血压一定有你的份啊，眼睛失明一定难倒毛难的分，这就风水问题方位问题嘛啊，大自然的法则啊。若是在西方，在乾宫西北方啊，若是呢我们西北方啊，比如喻这边是西北乾卦心，若是你在西北机器有动啊，坐北向南，坐北向南啊，若是西北方是乾宫啊，有这白虎方北后有动的时候，一定伤脑部，我们的脑部，这是方位问题。你违背了方位法则啊，灾难太多。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啊，他很孝顺，很孝顺，他的爸爸每天头晕吃掉了，认了他载他爸爸到处去找医生，还有饭吃没有关系，因为爸爸退休金留下来了啊，他可以把爸爸退休金用完了以后自己再赚也没有关系啊，就带到台东道堂嘛啊，我看这老人家呢很可怜。走路会走走飘就下去，和我前一段时间也一样啊，走一走就拱了呀，同样道理啊。哎，某某你爸爸看起来好像风水有问题哎，有师傅什么风水问题呢？你爸爸的体内的风水有问题，他头部有问题，头部有问题就是你家的西北方有问题，西北方啊，西北方哦，有，我家的西北方刚好我们隔壁的一家工厂，他们这两三年来盖了一座焚化炉啊，在焚化炉呢啊，刚好在西北方，它是坐东向西，坐东马路啊，这里呢隔壁人家都盖了一个焚化炉啊，那么就是乾宫嘛，方位的乾宫，
前世老父是首部，啊，火上升，那么你坐东向西，向出去前宫，又白虎方，啊，白虎啊，轰隆隆隆隆隆隆隆，还在冒烟，魂化了晦气，所以你爸爸头壳红一点嘛，你吃什么药没有用啊？我们这信徒呢，吓了一跳。师父，你们去我家怎么会看得出来？我很简单嘛，而你爸爸的额头就可以看出来嘛。啊，他的右侧这里比较阴暗，阴暗的前宫嘛，头向的北，在北这边是前宫，啊，这个就比较阴暗。恶心恶心，所以就伤到他爸爸嘛。哦，回去的，啊，他呢很没有道理，就去告诉那个焚化炉啊，啊，你们这要移走，也是仙佛寺那个混莲师父说的，要你要移走，啊，有够要修，我也不讲啊。哦，那所以人家呢就要找到仙佛寺来了啦。讲为什么很舒服啊？你叫我来听，要把焚化炉拆走。我老公我不讲啊，我恁家的焚化炉都恁家的右边西北方，西北方呢都是老户，是安尼影响着嘛？免你一场误会，不然呢，人要来给他抄，要给他抗争。那问我怎么办呢？这一位我们信徒啊，啊，爸爸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但是呢，要改一个房子是不简单呢。那我就告诉他。不然这样，你面向过来，啊，你可以把门改玄关嘛，看着这边来，改玄关这样过来，睡在后面，在前宫，但是没有眼睛脚没有看到，啊，你改这样来就好了嘛，啊，所以改了回去。门立好了，他爸爸渐渐好起来了，就风水的问题嘛。啊，所以学习风云，人物不能轻太，风水不好，人不能轻太。啊，这做事没有南北方向之分，你也不了解吉凶祸福。所以我想想呢，啊，古圣先贤真的非常了不起，好、啊、悟了这个易经八卦，王禅老祖把风水学传下来，所以我啊希望各界朋友们，你们来学易经比较快，不然要我在这讲要花很多时间，你们来学到学易经，啊，或是你们可以到我们出版社来买书，请书回去。也是一样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啊，我们再来摇卦啊，无坎里啊，不得成其阴阳，摇卦没有北没有南啊、哦，没有阴，没有阳，也是啊，好、哦、不得成其阴阳。爻，爻就是这个叫做爻，好、哦、名就是爻，爻，不是爻。啊、哦，这爻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二，好，一善一恶一是一非嘛是道，一来一往是道。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一阳，好一阴，啊阳代表是光，好阴代表是暗，好代表成，代表败。所以古圣先贤用爻呢，做这爻呢，来代表。若是没有爻卦，哦，天地之间没有爻卦，你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啊，整个大方位，没有办法来了解。好，来分辨是阴是阳，所以这个以上所讲的都是基础而已。但是基础，你不了解基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来研究易经与风水。啊，虽然我们就短短讲到说无南别。没有办法定其方位，而无爻卦不曾成其一阴一阳，而无风无云，人物不能轻泰，而无日无光，我们前途就茫茫。这都是道的真理，用这样来表示。所以我们唯愿各位贤士同修，现在在莲座上的三界万年大众，好，我们接着慧公各位开始讲解啊易经八卦和人生的整个的哲理息息相关啊。我们今天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希纳寇尔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赞助。